突然间好饿，好想吃你做的饭。啊！哎呦哎呦哎呦！这，哎呦，师兄，对不起啊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我什么时候给程亮发了这么多信息啊？哎，我不知道，我昨天第一个睡了，应该是一块睡的。哎，我头好痛啊！你给程亮发信息了？你发什么了？我看。是什么颜色的？好奇怪啊！我用手机拍出来的照片也是黑白色的，好像是我手机坏了。我明天就让小七去修，还喝了好多酒，好难受。突然间好饿。我完全没有印象，而且还发了那么多条。按照玉达的说法，你这也算是勇于表达了。你们没听过那句话吗？在喝多的时候发微信，除了证明你手机还有电，说明不了任何事儿。西河，你一说，我想下棋。哎呀，你昨天不都虐了我一天了吗？虐完我你也不开心，不开心你就接着喝酒，喝了酒又得发语音，发语音之后就又不开心，不开心就要找我下棋。恶性循环。哎。